这个孩子天性善良，他天性不爱说话，互相帮助是人类的天性，性、性格、个性、耐性、纳闷儿 ，to feel puzzled， 动词，这事儿太让人纳闷儿了。他心里纳闷儿着，纳闷儿，但嘴上没说出来。我一直很纳闷儿，昨天是谁找我？这有什么好纳闷儿的？18，安慰 ，to comfort， console， 动词，安慰家属，安慰病人。谢谢你安慰我。人在伤心的时候特别需要别人安慰。你要多安慰安慰他，叫他别太难过。抚慰、劝慰、告慰、慰问、慰劳。19，向来，副词，向来如此，向来很认真。他向来不喜欢热闹。妈妈起床向来很早。他说话向来简洁明了。近来，从来。20，主张 ，to advocate， recommend， 动词，主张和谈，主张和平解决问题。他主张立刻出发。我主张大家先去看电影。21，天真 ，innocent， 形容词，天真活泼，天真漫烂。孩子的笑容是最天真的。你的看法太天真了。22，只身 ，solitarily， alone， 副词，只身前往。只身一人在国外，他只身一人来到香港。我每年暑假都看望只身在外打工的父亲。23，迁 ，to move， 动词，迁移、迁居、搬迁。当这里不再适合古人类生存时，他们就不得不迁到别处。公司已经迁到新办公地点了。24，半大小子 ，teenager， 他有个儿子，如今已长成半大小子了，都半大小子了，还得让父母操心。楼下常有一群半大小子吵吵闹闹，让人无法安静。25。久别重逢 ，to reunite after a long time， 老朋友久别重逢，大家格外高兴。我们久别重逢，可得好好聊聊。和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。26，打招呼 ，to greet somebody， 动词，互相打个招呼。随便打个招呼，见到我来，大家都过来打招呼。他很热情，总是主动和别人打招呼。打手势，打哈欠，打滚儿，打晃。27，阻 ，to lean on a stick， 动词，拄拐杖。拄着棍子走，手拄着地做俯卧撑。28，手杖 ，walking stick， 名词，一根手杖。老爷爷手里拄着手杖，走得很慢。老爷爷手里拄着手杖，走得很慢。29，站台 ，platform， 名词，站台票。长长的站台，我到站台接你。台，某些高而平的建筑、设备。讲台、舞台、主席台。30，伸 ，to stretch, extend， 动词，伸展、伸直、
伸头，伸胳膊伸腿，把你的五指伸开。这架照相机的镜头可伸可缩，真棒。31，平辈 ，person of the same generation， 名词，我和他是平辈，他比我大很多，可是我们是平辈，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学生。晚辈，长辈，同辈。32，郑重其事 ，to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， 郑重其事地说。大家随便说说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，不必太郑重其事。虽然只是个小聚会，但大家都穿着郑重其事。6岁的小女儿郑重其事地宣布，今天的家庭会议将由她来主持。33，传递 ，to pass， hand something down， 动词。传递火炬，传递爱心，传递邮件，他负责传递消息。34，专心 ，to concentrate hard， 副词，专心研究，不专心学习是无法取得好成绩的。他在课堂上专心听讲，认真记笔记，所以课后很轻松。专，集中在一件事上，专注，专车，专刊。35，撇 ，to cast aside，neglect， 动词，他把我们都撇在一边，自己去玩了。别把大家的话撇在脑后，孩子都撇给我，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。36，衣食住行。Basic necessities， 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基本需要。政府十分关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的衣食住行水平明显改善。37，温情 ，tender， 形容词，温情的呵护，温情的呵护，温情的目光。她是个很温情、善良的女人，情、感情、亲情、人情、爱情、豪情。38，和蔼 ，amiable， 形容词，亲切和蔼，态度和蔼，和蔼的笑容。在大家的印象中，她永远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。39，方式 ，way， 名词，工作方式，行为方式，做事情要注意方式，你的方式方法有问题。40，出差 ，to go on a business trip， 动词，出差期间，去北京出差，出差到深圳，他出差去了。前两天我出了一次差。猜公务。41，皮带 ，leather belt， 名词，一根皮带，一条宽皮带，军用皮带。我去买根皮带，裤带，腰带，背带，鞋带。42，琢磨，动词，口语，仔细琢磨。这件事让我琢磨了很久。我不会做这道题，你帮我琢磨琢磨。43，细致 ，attentive to detail， 形容词，非常细致，他做事认真，多细致的地方都能想得到。44，含蓄 ，implicit， 形容词，性格含蓄，含蓄的目光，含蓄的笑了笑。这个人说话向来都很含蓄，你太含蓄了，别人不懂你的意思。45，关爱 ，care and concern， 名词，父母的关爱，无限的关爱和同情，深切的关爱，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爱让他战胜了困难。
pronounce 杨澜 A famous TV presenter of China 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47济南济南 in 山东 province 城市名山东省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。